我来到哪里嘞？盐梦工厂，盐梦工厂是在哪里呢？等等，我们转过来看一下，这周围都是什么？都是一堆工业区，蛮特别的。然后旁边有一些比较少住宅的，这些区是属于工业区。那这个地方是哪呢？盐梦工厂在巴黎这里，巴黎这个有一个工业区这边哦，有开了一间叫做盐梦工厂。这个盐梦工厂其实就是盐灯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去逛逛哦。它这个柱子在这边，它有写营业时间，巴黎的忠孝路193号。原来它有一些公休日是礼拜一、礼拜三、礼拜四是没开的，只有2、5、6日是有开的。然后里面是免费的哦，但它有一些可以 DIY 的，我觉得很不错。等一下，我们再来看看。一进来就感觉很漂亮。造型，金元宝造型，各式的造型，那个精致造型。等一下好吗？上面还可以逛哎，它是以重量来区分的，但是价格就不一定，也不知道是说有分银的各种不同材质。哦，这个很漂亮哦，这个好美哦，还有葫芦造型，时来运转五行盐灯哎，太厉害了！
好美啊！哎呦，这个做高枝叶哦，就看你想要选什么样的样式，都可以跟服务人员说。这个是我在洞外面，我现在进来的，哇塞，全部都是盐做成的呢，那个盐灯。这边上面二楼原本人是有开放，可是现在二楼已经变成办公室了，所以不开放给他上去。那我今天就到这边看一看就好了。他连楼梯啊都弄得很漂亮。既然没有 DIY， 那今天这个盐灯管就大概介绍到这边为止了。